嗨，我是可恩，看我今天这一身打扮，就知道我今天是要来开箱我身后这个百多圈的，不是啦，是 Insta 360最新推出的运动相机，噔噔 ，Insta 360 Ace Pro， 我跟你们讲，这一台机放大招了，它有一点颠覆我对运动相机的认知，因为哦，刚才你们看到的片头全部都是用它拍的，所以为了证明真的是它拍的，等一下我真的是会架这一辆 GSR1250 出去兜一圈。但是在这个开始之前呢，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外形，毕竟这一次主角是它嘛，你们不要一直想着看它，先看它。这个最大的精华呢，就是加入了和 GoTree 一样的翻屏式设计啦。2.4寸大屏幕拍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看到画面，反过来自拍的时候也是很方便。我个人觉得这个翻屏设计是很好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显示屏，是当你在录东西的时候，是可以时时刻刻清楚看到你选的模式、格式、所剩电量等等。再来就是底部现在也支持磁吸夹扣的设计了，很方便你快速连接还有拆下来。至于电源键、拍摄键、电池位置，基本上都是保留了 Insta 360一般的设计。那因为我本身呢就已经有 Insta 360 X2、X3、One RS、GoTree 这些了的，但是这台 Ace Pro 我一拿上手了，我觉得它有分量一点，但是它不是说太重的那一种，而是感觉更加 solid， 手感更加好了。Just in case 大家不知道 ，Insta 360它跟其他运动相机品牌 DJI 啊、GoPro 最大不同就是它除了可以拍360度之外，而是和徕卡独家合作联名 ，Ace Pro 这次重磅亮相，当然也不例外啦。OK， 艾伦姐讲完了它的外形设计之后，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想要坐上去了，但是我没有车牌。我讲我驾啫，你们用心，当然不是我啦，我请一个车手啊。错，冇笑，赢，最紧要赢。以为给他一个很帅的出场了没有？所以我们先劝你，不给便当啊？车手介绍一下啦。不给便当啊？不给便当咯。他跟车手讲，刚才他在北京场走两圈就好了。OK， 现在 Ken 在做 final checking， 确保这个东西不会架架下等下掉出来，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，驾这种重机一定要有来证啊，很危险啊。OK， 你有来证吧？我有。他就是没有，所以他才在这边。他有，他在上面了咯。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先开启这个 Pure V 调模式，因为 Ace Pro 这次内建了这个 5mm 的 AI 降噪芯片，再配合又 1.3 寸的感光元件，所以它的夜拍哦比市面上的运动相机更加厉害了，有没有？打麻要多少钱？30块。哦，这样多的。OK， 分享一下刚才做了一轮这个重机之后的感想吧，就一个字，就是很怕，我眼睛都没有开过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飙到120的时候，我的心要跳出来了，然后那个风一吹，我的衣服好像要飞去后面，我的手又不知道要抓哪里，不知道抓肩膀还是抓裤子还是抓腰好，真的就是很怕。他讲已经是很慢了啊，马上靠近刚刚拍的东西，全部在这边了。这次Insta 360 Ace Pro 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，就是可以后台倒了，这功能其实是很厉害的，因为正常来讲，普通 action cam 你拍了东西啦，你要download你都是一直要开着那个 app 的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我是可以直接这边download了，然后我推出，然后我就可以去滑 IG 去看我的照片，做什么东西都可以，还可以不时的去按一下那个进度表，看看它现在download到多少了，然后又再推回去做我自己的东西。听不到哎，其实很正常，因为我们骑着那个摩托，它的风很大。所以多数我们只听到啵啵啵啵啵啵啵的声音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 ，Ace Pro 它就拥有了这些东西，可以让你装上一个 external mic。Hello Hello， mic test mic test。
现在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大家。OK， 其实我现在装了哦。等一下，等你开始走先。有没有觉得现在跟刚才差很远？我刚才喊哦，都听不到声音，只有蚊子这样子。但是我现在哦，讲话其实很小声哦，他都完全收得到。OK，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车手，他叫做 Kelvin， 他平时是驾160的，因为今天载了我，所以他驾个120这样子迁就我。算是第二次还是很恐怖啊，但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Astro 在晚上的拍摄能力真的是很强的。后期我自己放到电脑剪接的时候，我也是发现了他拍出来的 footage 很清楚，而且 dynamic range 也是很高，光源的地方它不会过曝，控制到很好，成像有一点接近旗舰级别的智能手机啊。另外更重要的就是 Astro 也支持 Active HDR 拍摄，不过只有 4K30fps 或者以下才有的，给你们看一段有和没有的分别先。只要拉多几次，真的会习惯的。我就有提到 Astro 它新增了几个新功能嘛，但是有三个功能我是一定要讲的。第一个就是 Pause Recording， 就好像 TikTok 这样子，拍到一半是可以暂停的，拍到一半可以暂停，然后再继续拍，你不用浪费空间的。更厉害的是哦，就算你之前拍到一半，也可以从 Gallery 调出来继续拍的哦。第二个 Cancel Recording， 比如说今天你拍到一个你不想要的画面啦，你就可以长按那个拍摄键，它就会暂停，然后直接 delete 掉那个 footage。 结果角度错了，还是说没有拍到你要的效果，你直接长按拍摄键，它可以停止，然后马上删除这段视频。第三个 AI Highlight Assistant， 它其实不单只是为了省空间，也可以帮到我们这种懒人都拍了很多但是不懂要讲选的人，因为它会自动挑选每一段视频中的精彩 moment 先 show 给你看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更轻松更快速的决定你想要保留的 footage 啦。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飞摩托体验啊，不是，是实测这一台之后，我可以总结 Ace Pro 一个字，厉害。高水准的夜景拍摄能力，高水准的防抖效果，高智能的软件助力，其实已经让我对运动相机是完全改观了。平时很多人讲运动相机，哎呀，只是给你拍潜水啊、极限运动这些不够亮哎，晚上拍照就是一拍戏。Ace Pro 的诞生就是代表着运动相机是要来打破常规的。电池方面它也是蛮耐的，我们测试过 4K30fps 它可以耐一个小时多，然后它也支持快充，22分钟可以充 80%， 它是支持 IPX8 10米的防水等级，那可不可以潜水呢？逻辑是不可以的，你带个潜水壳就可以了。最后就是价钱啦， Insta360 Ace Pro 的价钱就是450美金，等同于马币2000亿，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有一点贵，但是它的性能真的是很对得起它的价钱的，特别适合专业人士，我觉得很好用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到 Insta360 的官网或者是授权经销商买啦。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的标摩托也到这边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可能下一次我就标别的东西，标没有标啦，才价60讲标哦，标了这边。第一次骑中级130千的天花板，啊，这样子又少了500块。这个该给我剃了两脚，3000块没有了。嗯，很喜欢，但是不是你的，另外了一个超小，看我都没有这个眼神。我不想讲了。